现在我们看这张啊，能看这张啊，能看这张啊，这个是个，我看到一架飞机，然后这边听那个东方红啊，好像卫星上在放东方红。噪音，那边放东方红啊，这边放东方红啊，放东方红啊，那个歌啊，放东方红啊，这边那个卫星上在放东方红啊，这边一架飞机啊。这个一架飞机啊，中国的一架飞机啊，相对来说比较简略。这中国一架飞机正在放东方红啊，东方红啊，在给它转呢、啊。什么破玩意儿？又在转呢、啊？什么破玩意儿？什么破玩意啊！转哪！什么破玩意啊！什么破玩意啊！发出这么大的噪音呢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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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作用呢？那个在太空里边啊，在它太空里边干扰人家，在太空里边干扰人家，这个噪音呢，在太空里边干扰人家，在这个太空里边干扰人家，哎呦，干扰人家啊、嗯！你发动机进去了，你发现怎么那个声音怎么在太空里发这个声音呢？传出去啊！这个在太空里面发出去啊，搞得那个，搞得宇宙里不答应人呐、啊。这个搞得宇宙里不答应人，虽然在局部的，但是你知道吧，在太空里发生共振了、啊，在太空里发生共振了、啊，一会儿传出去了，所以啊，地球人跑到，所以那个外星人跑到地球上面，就画了一下子，就是这个，你懂吗？懂吧？虽然你在这里啊，但这个信息啊，可以发射出去的，由于共振呐、啊，一下就发射出去啊，由于共振呐，发射出去啊。因为发射之前的噪音啊，搞得整个宇宙里面都乌烟瘴气啊，所以啊，你早点把这个声音关掉，早点把这个声音关掉，早点把声音关掉。